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志工早会》，我是吴香婷。 其实时间过得很快哦，一转眼就来到了十二月。上人呢，呃，出门行脚也已经三十二天，就在昨天回到了花莲的金狮金舍。其实上人这一段时间近一个月的，呃，这个出门行脚呢，在各地参与了近二十九场的岁末祝福哦，也累积有五万多人的参与，更是为一千七百一十五位新驰城委员来。 呃，受证，在这一段期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许多原本在海外的持济人呢，也会在这一段时间回到呃台湾来参加商人场次的岁末祝福。可是因为疫情没有办法回来了，那该怎么办呢？就是透过科技的一个运用，呃，连线来参加岁末祝福，这也是今年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而其实。 台湾真的很幸福哦，在疫情期间还可以举办这样子的一个岁末祝福。看到画面中众人虽然戴上了口罩，但是不减这样子的一个呃法海演绎的庄严道气。人人呢就透过呃这样子的演绎呢，将法入心之外，也向上人发愿，要生生世世跟随上人用爱付出来投入在人间的呃这个服务工作。 而画面中其实也可以看到，在每一场的岁末祝福中，无论有年轻人或者是老菩萨，大家都是那样的整齐划一的来演出，而。 其实除了岁末祝福在呃可以看到老中青的慈济志工之外呢，还有各种身份的人也会来参加岁末祝福。尤其是看到了十一月八号在新店的一个岁末祝福呢，更是有仁医会的医生，还有慈景各个功能组别来参加演绎而其中呢，其实今年二月新冠疫情刚起的时候呢，呃，疑似病患是没有医院敢收的。 所以呢，慈济医院也成立了专门的照护团队，挺身而出来接收这样子的病患。 真的在第一线是非常的不容易跟幸福的，而护理人员呢，就是在上台接受商人的这个岁末祝福的红包的时候呢，也感动落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第一线也是承担了非常多，所以商人呢就在岁末祝福中也提到了，就是给大家一个祝福之外呢，也真的是很感恩大家在第一线这样子的承担，守护生命，守护爱。其实，在各地的岁末。 祝福中呢，真的是有非常多温馨感人的故事。接着呢，就让我们透过镜头来了解这一则呃，在台中敬师堂的故事。明明就是、千人同心共念，深入金藏，佛陀精神再收于演绎之间。 身穿白衣白裤，跟生人阿胜坚定眼神，忏悔曾经的过错。就吃毒品这样，那导致现在跟家人分离这样，那所以现在想改变自己这样。 给他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慈机之工陈月良浪子回头，以过来人身份经营人力公司，并成立菩萨的家，帮助更生人重新站起来。带他们来这里，让他们学一技之长，开推土机啊，三猫啊，挖土机啊，堆高机啊。那以后他就是纵使离开这里，我们也算是也算是 对自己的良心家的过去，我很感谢他肯这样收留我们这，这些的跟生人这样，然后一路这样帮助我们这样。改变在慈济之工李佳颖身上也能看见。我以前是卖猪卡阿狗。」 欸、麻油与好赌的先生离婚后，靠着卖婚时独立抚养三个孩子，直到遇见慈济，停下煮婚饰的手，终于醒悟。为什么我的人心，那也将你要靠嘞，感恩上人的法，和我的心心灵，拢会当得到解脱，解开了我心的心门，我行向菩萨道。一念善心，生生世世走在菩萨道至，至诚发愿。 盏盏心灯，慈济大家庭汇聚起爱的能量，祝福新的一年，人人都能平安吉祥。是的，看到的是台北的岁末祝福的画面哦、喔。其实看到了無，无论是呃根生人。 遇上了慈济反转人生，或者是环保菩萨，呃，就是用心演绎，然后呃，遇上了慈济在环保中做中得欢喜的一个心情分享呢，都非常的感人。之外，其实看到画面上大家这样子一场场的呃水墨祝福的演绎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志工他们可能在呃做慈济之前，也都是没有任何的表演经验，或者是呃也没有任何的手语的练习。 过，可是却能够这样子用心的演出，让大家看到了一场场这样子庄严的一个气氛，真的非常的殊胜。 其实入京藏呢，就是要呃，他们会在呃岁末祝福前呢，就开始有呃读书会的一个进行，了解这些经藏的意识之后，将这些法的经文呢记录心，錄还要再加上动作，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更难想象的是，在台中呢，有一位智工，他其实出生的时候就呃因为家境困难，没有办法听到声音而失去了听力。 那这样子的呃演绎呢，他听不到声音，该如何来记这些台词呢？真的是要透过呃，慈济家人彼此的一个互相帮助呢，才能够来记住这些呃法的经文。而且戴上了口罩之后，他原本要读唇语才能够记动作的，他也更加的困难。所以真的是想象，就是可以了解到说，他们真的是经过了非常多次的一个呃练习，才能够成就这样子的一个装。 庄严法会，所以上人呢也在岁末祝福中非常的赞叹大家看到了大家这样子的路经障呢，就是了解到大家已经是呃句句法路心，所以很赞叹大家，而告诉大家说我们这样子的修道铺路，为的就是要让更多的人一起来走路菩萨道修行。接着就让我们以恭敬虔诚的心来聆听这一段上人开示。 我看到了瓷器人呐、啊，那样入金帐呐，似乎也很呢，骨骨立心呐、啊，还要呢举手动足，那、啊、大家人如法如规如矩啦、啊，在每一场的我都听到了，嘿，那不用心呐、啊、背不起来。 背起来呢，就是已经藏在心里啦。这条心路啦，已经亏啦，我们还要呢把它开大一点。这就是自修自立啦，还要呢为人间付出啦。这就是利他，所以菩萨所愿，怜苦众生，利他行道，这就是持戒人。 要做的事，这条路呢，就是来接有心的人啊，行这条路。啊，这条路呢，前面咧行的人，要替后面的人来铺铺好路，互后面的人行得更较好行咧。所以修路的人啊，功德无量啊！一旦走这条路。 修甲过会当然后扩那就是佛教所讲的菩萨。我们要开的是菩萨大道，所以啊，刚刚我们也看到净师法脉勤行道，我们要精进持记中门人间路。我们开了这个门，那一定爱破落，所以啊。 此际从净释法脉延续过来，把门呢树立好，开大门呢，走大路，行菩萨道，这就是师傅。这些人这么辛苦啦，那你行过来的路，所以行过来五十五年啦。师傅今年还可以呢，亲手。 把福惠红包送到大家的手中，要感恩。总是呢，今年啦，要过庆祝，一当送好大家啦。我真欢喜，逐家呢会讲噶安尼，我都会感觉讲吼，感恩呐、啊。一电话呐讲完呐，我就会感觉讲感恩我，我过一讲过啦。 所以，请大家好好的珍惜。那五法多啦，法一定要听。我这几天出来啦，我天天自问法。那我跟你讲的话，我跟你听呢，自回想啊，也感觉到很有道理哦所以，期待大家呢，有道的理啦，还要。 多学多闻哈，身体力行。 感恩上人的开示，使得上人提到了能够参加这样一场场的岁末祝福，真的都是非常的感恩。我们也要感恩，身在台湾有这样的一份平安，在许多海外国家都还在隔离的时候，台湾还能够举办这样子的岁末祝福，来为天下、为自己、为家人来祈福。台湾根据昨天的最新的一个调查，呃，消息就是，呃，在昨天呢，新增的是二十二例的确诊病例哦、喔。 其实，在新冠疫情的情况下，许多的海外呢疫情还是不断的在升温。尤其是我们看到了美国，美国呢根据今天早上为止的一个数据呢，确诊病例数已经累积了一千五百一十三万，更多的就是超过这样子的一个数字，而死亡人数呢也已经逼近了二十九万。 因为在呃预估就是在感恩节过后呢，美国人可能是因为假期的一个松懈呢，让这个疫情呢更加的升温。平均三十点九秒就有一人死于新冠肺炎。还有根据研究，呃，就是学者的研究呢，他们去研发了一个模组来计算的话，很有可能在明年四月的时候，美国的人就会有超过五十万人死于这样子的一个新冠疫情。而呃。 让全球关注的是，呃，在美国新任的呃总统拜登呢，他也宣布说，他要在就职典礼那一天呢，就要颁布的第一个命令就是每个人都要戴口罩满一百天，而就职典礼的一个规模呢，也会大幅的缩小，就是担心会让疫情呢再度的，就是更加的呃，就是扩大，而其实呢。 大家更关注的是，到底疫苗什么时候可以产出呢？其实，在这一段期间，已经有非常多的疫苗都呃传出研发成功，可是到底能不能试达呢？在俄罗斯呢，就已经宣布了在，在呃十二月五号的时候，虽然还没有完成第三段的呃人体试验，可是因为疫情实在太严重了，因为他们的确诊数也已经快要两百五十万，每天新增的呃这个病例数呢就。 将近有三万哦，所以他们在十二月五号就实施了这个疫苗的开打，呃，这个疫苗的名称呢叫做使布尼克 V 哦，所以美国呢也预计要赶快的来推行这个疫苗，可是除了这个疫苗之外呢，其实。 在疫情期间，慈济人呢，呃，不论是防疫物资，或者是呃纾困发放，都持续的来进行。所以呢，看到了在菲律宾啊，除了风灾之后呢，慈济慈济人呢，也是看到了大家因为疫情不能够出门，持续的来进行这个纾困的物资发放。接着呢，就让我们透过新闻画面来看看菲律宾的八十事发放。 pangitigian baiye de po nakakabiyahi na kami ngayon na pasig na pindan Ang isa lang namin problema talaga ang pasero kaya ade pa limitado din sa kami namin kasi kalahati lang ng kapasidad dong jeep Plus halos marami na walang trabaho, walang estudyante kaya talagang tiyagaan yung pagbiyahe 靠着开车为生的卡里多一家四口，妈妈中风，太太罹患乳癌，儿子患有精神疾病，而他一肩扛起经济重担。司机的援助让这个家看见希望。啊，因为是个啊，啊，sana toluyang gumaling ang asawa ko at sana ah ituloy pa rin yung pagtulong ng Church Foundation sa mga nagangailang katulad namin mga driver. yulang po.

是的，刚刚看到的新闻画面呢，志工就提到了慈济的帮助，真的是一直都在哦。在这个疫情期间，各行各业都非常的生活都是有非常多的困难，呃，可是慈济呢，却呃在疫情期间呢，不畏惧这样子的一个疫情，走入人群来关心大家。其实，在菲律宾呢，还有在奥莫克也是进行了这样子的纾困发放，有民众就提到了，在七年前，它是海燕风灾的一个。 受灾户慈济帮助了他，给他了希望跟房子，而现在他加入了慈济，有手心翻转的机会，所以他除了呃接受慈济的一个纾困物资之外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大家非常踊跃的像这样子把爱心投入了纸箱、投入木箱，为的呢就是呃希望可以把自己的一份爱呢呃累积下来，帮助更多的人。而其实菲律宾呢在这一段期间哦，除了疫情。 纾困发放持续在进行之外呢，其实他们也在前阵子进呃已经经历了多次的一个风灾，尤其是在呃天鹅风灾之后呢，呃在很多的地方呢，因为土石流等等淹水，而造成许多人的家园都其实是有受灾的一个情况。而慈济志工呢，在马丽锦纳以及圣马雕的重灾区呢，启动了。 以工代赈，历经十二天的清扫呢，动员一万多人次，也在最近呢圆满告一段落。而此受灾的实际职工呢？ 也表示说，虽然他们是受灾户，但是呢，他们也愿意接受慈济的一个号召来走入人群，帮助更多的人。其实看到不管是菲律宾或者是在国际间，真的是非常多呃这个苦难的新闻，常常可以听到。而上人呢就提到了，在国际间的苦难偏多，可是有慈济人的爱，所以呢，许多的地方都可以来反转，甚至看到这样的灾民反转自己的人。 伸手心转为向下，接着就让我们以虔诚恭敬的心来聆听这一段上人开示。看到国际间的苦难偏多，刚刚大家也有看到，因为瓷器所所救济的一百一十九个国家，或者是这一波的。 疫情啊，我们呢关怀过的八十多个国家，付出。实际人分布在六十几个国家里呢，有分支联络处，他们在不同的国家，他们呢就近呐，就近、啊、去做支援的，有不少基台的给人啊。 那四大事业，从慈善，慈善呢，当然啦、啊，花祥在台湾，那花祥在台湾呢，就是花我们台湾的最需要的时候，实际呢都一一走过了。偏向高山啦、啊。其实初期啦，我家己走过、哦、那后来呢？ 是瓷器人呐、啊，太舒服行，舒服要行一路；太舒服爱，爱舒服要爱的人、嗯，所有的瓷器人，都给舒服带劳了啦，吼、哦，太舒服去做啦，说以很普遍，最都是呢瓷器。 长年累月在台湾，五十多年来都是有进有增，无减无退。吼、哦，这是五、十、多年来是安尼一路伫咧行。而且呢，听，即几工我伫咧家，安尼点滴点滴啦，迄、那个鸭鸭呢大红啦。 一个一个竹筒，安尼倒落去，何况在昨天，迄、那个翁出来大翁啊已经呢铜板满啦，再过来呢已经倒落去，爱铺满地，已经呢遐诶铜板啊满出来，迄个根满出来在地里，所以啊我赞叹。 爱铺满地呀、啊！不是台湾阿那地点，其实呢，很多的国家已经呢跟上来了，也不亚于台湾了啦。这都是实际的，它遍布在百多个国家，那有分支联络处，也有六十几个有分会。 在要做大志，他们的邻近的国家呢一动，大家就动起来，这就是力量，爱的力量。人多了，力量就大了。最主要不是呢，目前最重要的就是目心。那有了爱心呢？ 他很自然的明白道理，自然就会付出，这付出啦，他很甘愿而欢喜的付出。 南上人的开示，其实，在呃上人行脚的这一段期间，刚好呢，呃，菲律宾也是呃遭逢天鹅、梵高等等的风灾，所以受灾非常的严重。而实际也启动了全球的一个木星木爱救援。 就连哈远在土耳其的一个叙利亚学童，还有满纳海国际学校的学童呢，他们也是想尽这样子的一个心力呢，在满纳海国际学校，他们老师就带动学生呼吁大家来为菲律宾启动这样的募心募爱。看到了学生他们透过画作、透过影片，还有捐出他们平日存的竹筒的这个铺满呢，就是想要将这一份祝福送给呃远在菲律宾的。 的慈济家人，而不止在土耳其，在台中也是哦、喔，在我们台湾很各地的志工呢，也都是启动这样子的一个木心木爱，而看到画面上呢，就是台中的志工，他们更透过潮山的方式来为呃。 实际，呃，就是在菲律宾呢的这些受灾的乡亲们来祈福。其实，呃，真的透过岁末祝福呢，也是为天下的苦难人祈求平安，祝福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天下无灾无难。职工早会，感恩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那前方慢慢 不去的口。